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. I'm Diana Ding. My voice. My story. My dream. Innovation Dialog.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.大家好，那么现在呢是万众创业和创新的时候啊，那么我看了很多种的创业的项目，但是我还没见过一个创业的项目呢是这样的有情怀、有意义和有价值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想，就是这个2亿7千万被忽略的人群，花来了。那非常高兴的为大家请到呢就是花花的创办人王建峰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戴亚楠你好，很荣幸来到这里。 那么刚才我说呢，就是说在看过很多的创业项目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项目让我觉得这么的有情怀、有意义和有价值啊。那么它就是花花。花花到底是什么呢？在讲花花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创办人到底是谁。那么花花的创办人呢，就是王建峰。王建峰呢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和硕士。 多次创业，2014年8月呢创建了花花科技，并担任CEO。之前呢，他成功的打造了六飞、京斗云等互联网的服务产品，在移动互联网、电子商务、大数据、云平台领域呢，拥有丰富的国际化开发、营运和管理的经验。在移动互联网及云计算的领域呢，拥有多项专利。那么在创建花花科技之前呢，王建峰是任 爱国者与国外大型互联网上市公司，也是合资公司的京斗云科技的 CEO。哇，建峰，其实你在以前在大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为什么想着去创办了花花呢？其实这个花花的开始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。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里边，我们接触过很多这个通信还有消费电子品行业的这个制造业的工厂。那么以前呢，我们是作为客户。 我们需要产品，我们会去找这些工厂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参与到这个工厂的现场，看到这个工人们在怎么来生产制造这些产品。那么到了去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人群他们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需求，没有被大家注意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毅然决然，我们就抓住这个需求，开展了我们的一个新的事业，就是花花。这些人群是些什么样的人群呢？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。从这个我们看到，他们是高楼林立的，还有城市现代化的建造者。他们也是我们 IT 和移动互联网产业的真正的制造者。他们背井离乡，远离土地和家人。他们在流水线上奉献了他们最好的时光，甚至他们的生命。 这一段就是你自己总结出了一段，就是他们到底是哪样一些人？其实就是我们的农民工。我们的农民工。因为他们说他们农民，他也不是农民，他离开了土地。那么说他是工人呢，他又不是真正像城市这样招的工人。对，这是咱们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20-30年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非常非常巨大，据数据统计有2.7亿人群，他们离开了家乡，来到了这个生产线，为我们制造出这么多好的产品。 为我们建造出高楼大厦。但是他们的这个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。其实呢，这个建峰在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我都每次都看到你都是有很深的情感在里面。对，他们其实缔造了我们中国的城市的现代化，但是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徘徊。他们也创造了我们的移动互联网、快捷和高速，但是他们却被这个广阔的世界拒之门外了。 这里面我摘了这个几首，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农民工诗人的诗，这个诗人大家也听说过。对，许立志啊，你知道我当时读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当时难过了很久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，但是他在这个农民工当中被埋没，所以他写了很多诗呢。这个诗都是绝望，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惊人的这种才气。对，最后呢，他写完他最后一首诗之后就跳楼自杀了。
其实我们当时我在第一次读到这个诗的时候，我当时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和震惊。震惊，真的。8.7亿人群中，咱们按照1%的计算的话，都有几百万人有这样的优秀的潜质和才华，但是很难被发现。而且像许立志，他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看看他的这个诗。对，这是他的第一首诗，他说：“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。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，失业的订单，那些低于机器的青春早早夭亡。你看他这个非常的形象。我不会呐喊，不会反抗，不会控诉，不会埋怨，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。流水线旁，我站立如铁，双手击飞。他背着满满的乡愁，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，弓着腰，遍地寻找着妈妈说的梦想。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5年，我每天工作要12个小时，要打30000颗螺丝。工厂有30-40万人，但我也就认识3个人，就是流水线左右还有对面的人。这个包括 WiFi 啊，觉得挺方便的，下班了累了可以看看电影放松一下。想长胖很容易，你18磅躺着看8磅WiFi。我看看上面装的，我就是效果的。我拿着包括 WiFi 上网和看电影都挺方便的。我说好吧好吧，反正你们电影不多啊，大家不用缓冲了。下班后可以上上网，还有看看电影啊，上 QQ 聊微信挺方便的。用 WiFi 我可以每天和小孩视频语音沟通，很好。见到你们和见到亲人一样。见到你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。见到你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。刚才呢，我这个听到这句话，就是说这个见到你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。那你给他们提供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产品呢？花花的服务是这样的，我们通过我们独有的技术，我们为广大的2.7亿农民工朋友提供免费的无线互联网服务。免费的无线互联网的服务。对，具体形式呢，就是通过我们在用户的他们的生活的居住区，比方说厂房的宿舍。给他安放这个 WiFi 的路由器，把这个设备放在他的门口，让他能够随时随地通过他的手机去上网，去享受我们的内容服务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他们为什么没有互联网呢？他们其实每个工厂应该都有互联网，为什么他们没有呢？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创业选择在去年创业这个时期的一个原因。现在有几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点就是说，设备是普及的。那么在中国来讲，我们2.7亿的农民工朋友群体里面，他们的智能手机也已经普及了。对，那么他们都能用很低的价格去买到这，比方说这样一个5寸大屏的手机。他有一个智能手机，智能手机，但是他不能上网。对，所以当时我们说，这个我们的用户只有两样电器，一个是手机，一个叫烧水的热得快。除了这个电器，他连收音机可能电视都不用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数据，就是说它的设备已经普及了。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，虽然设备普及了，但是设备里面是空白的。我们的几大运营商在这个领域虽然有信号覆盖，但是入门的套餐门槛太高，我们的用户他们享受不起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一般的家庭或者说一般的公司，你要需要有互联网的话，你要前面先要交一批钱，或者说你要一年的这个服务费啊，或者这些。其实这个钱并不是很贵，但是对他们来讲，这个还是不少的一笔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他们是流动性很大的群体，我有可能这2个月在这个工厂打工，再过一个月这个工厂可能订单换了，我就要换一家工厂，那么他不可能去支付这种固定的长期的套餐。对，这是我们能够用移动互联网的方法去改变这个
他们生活方式一个切入点。你真的看到他们的一个真的特别实际的需求，就他已经有手机，但没办法上网。那要是如果是交了这个上网的费用的话，他这个两个月在这，另外两个月在别的地方，那他交了这钱，对他来讲其实是不划算。是的。那他也会认为是不值得的。但你现在给他提供的是免费的移动互联网的一个这个接入口，接入口。对。那么这怎么安起来呢？听起来是非常好，但是你是什么样的工具，怎么把它 set up 起来的？其实整个从我们整个的云后台，到这个中间的这个 WiFi 路由器节点，到最后用户手里的 app， 这都是我们自己独立研发的一整套产品。那么其中最重要一个环节，就是真正的能把这个服务接触到用户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地面的，我们叫地推团队。整个我们在自建我们自己的团队，这样的，这个团队他们每天会沿着这个街道自己去安装去。把沿途经过的工厂全都把我们的服务布进去，我们的服务是全免费的，所以工厂主、企业主对我们的服务也非常欢迎。对于我们的农民工朋友的用户、工友用户也非常欢迎。当然他们欢迎了，你看这些本来这些工人下班以后很无聊的，那么如果说正好没有订单要休息的时候，也许他们就很无聊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对。那么现在呢，让他们有这个互联网，可以上网，可以看到他们，也许跟家里的亲人这个通话呀，或者这些都是可以。他们这边我讲一个，就是一个很感动的例子，就是我们。在一个工厂，我们把这个服务布进去之后，有一天那个有用户给我们打电话，非常着急，他说你们这个现在好像出点小故障，不能上网了，非常非常着急。我们的这个维护人员就赶紧赶到现场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想用你这个跟我的女儿去通话，去做视频通话，我已经一年都没见到我女儿了。女儿在内地这种留守儿童，这也是中国现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。对。所以你看，你这个解决了这么多么这个实在实际的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对，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，其实没想那么远，只是觉得，哎，他们有这个需求，我们正好我们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，我们是做 IT， 然后做着做着，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自己被自己做这个事儿所鼓舞着、感动着。对，包括刚才那个小视频里有一个，就最开场那个员工穿着橘黄色衣服、那个，对，那是我们的工服。哦，其实这个员工他本身他之前就是在一家特别大的工厂，这工厂在全球有上百万人，他所在的工厂就有三四十万人，他每天见我们当时问他说，你工厂这么多人是不是有很多朋友，他说我只认识三个人，而且这三个人就是流水线上他左边右边和对面的人。上百万员工的地方，他只认识三个人。对，你想想那是怎么样？而且你看，常年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，我听你讲的话，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。2亿7000万人，既然有这么大的需求，那么这么多人在创业，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呢？其实咱们说这个给咱们农民工朋友提供上网服务来讲，其实这个业态很早就存在了，但是用我们的方法，用我们这种免费的方法，这种方式从来没有。哦，就是你这个免费的这个没有，但是之前是应该是也有人在做的。对，包括我们的运营商也好，包括这个周边的服务商都是有的。但是就是因为我刚才我们讲的几个特点，有的是服务做得太早了，用户不具备上网条件，他的智能手机没普及，或者电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，这些服务他用不了。但是他这些服务这些设备普及之后，但是这些门槛太高他也用不了。所以我们找到这样一个切入点。所以是在这个合适的时间做了一件合适的事情啊。那我看到你那个 logo 其实蛮有意思的，那个 logo 跟我们讲讲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其实，这也是为什么叫花花呢？好像流着水啊，还是花花的钱呢？为什么叫花花？其实我们是想通过这个我们的服务，为这样一个巨大的群体，为他们找到未来，为他们打开一个未来的光明之门，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这个 logo 啊。对，重新切。对。以 WiFi 服务为阶梯，为农民工用户打开移动互联网的光明之门。以 WiFi 的服务为阶梯，为农民工用户打开移动互联网光明之门。对，打开一扇门，让他们。那么2亿7000万农民工花花来了，但是这花花来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是提供一个免费的移动互联网的服务。对，那么之前也有人做，但是
不能免费，对，或者对他们来说门槛太高，对。那你们免费以后，这个你们怎么赚钱呢？其实我们的商业模式很简单，嗯，就是跟互联网的普通模式没有太大区别，嗯，互联网基本模式通过对等让大家免费的方式加进来，然后在用户人群的基础上我们做很多增值的服务，嗯，其实将来我的商业模式也是这样，我通过免费的方式让更多的用户有机会去连接互联网，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的获取，进行内容的消费，那么我通过我的平台获取更多的流量价值，嗯，就是我其实做了一个面向2.7亿人群的一个流量平台，嗯，其实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非常棒的几个投资人，非常资深的投资人，像俞敏洪啊，这盛希泰啊，还有这个谁，包括早期的北大创投，对对对，还有李彦宏啊，这些都加入了，哎，嗯，这些人你是怎么让他们这个来参与你？他们在HuaHua里面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嗯，其实说起我们公司创业，包括融资，当时，真的是也挺有趣的。当时产生创业想法之后呢，把我的 business plan 做好之后，找了一个朋友问一下，他说哎挺好，我帮你问一下，他就直接找到了北大创投，哦，没有任何费力，他直接找北大创投约我们谈了之后，可能20分钟就去立刻投我们。哇，北大创投20分钟讲过就投了。对，北大创投就是北大这些成功的企业家，包括联宏他们自己成立的投资基金。嗯，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发展，我们对自己的原型产品已经做出来了，然后经过了简单的市场验证，包括我们做了几十台地面推广之后呢，我们又找到了这个第二轮投资人，就是俞敏洪、盛希泰先生他们做的宏泰基金。嗯，也是很短，几分钟啊，十几分钟，他们觉得非常好，这个是一个很有社会价值、很有重大意义的项目，他们也立刻决定投资我们。他们其实，我觉得他投资你，一方面对你的这个人的信任啊，嗯，对你这个项目的看好；，另外一方面，我相信也有他们的一个就是战略的合作的一个部署啊。嗯，比如像这个这个百度，嗯，百度可能将来这个搜索可以通过你这块，当然就是让这个2亿多人可以做巨大的一个延伸点。对，那俞敏洪他是想要怎么样的？让这农民工出国吗？其实这个可能也跟我们投资人他们的梦想有关，其实这些成功的投资人他们都是很有责任感，在各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他们才转身做这个投资领域。那么他们看中这个项目，其实一方面有项目本身的市场价值、商业价值，另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看重是情怀。我们这些投资大佬们他们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、很高的情怀在里面，所以他们看到了HuaHua能够为未来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解决这么重要的问题，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看到的责任感。包括像俞敏洪老师，他多次说，他说我是农民的孩子，嗯，我看到你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感动，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到底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。对，而且包括像新东方来讲，将来其实除了出国之外，将来更大的一个市场是在线教育。嗯，但是当时我跟俞敏洪老师讲，我说中国还有2.7亿人群，他们连网都上不了，就别说在线教育了，连离线教育他们都很困难。对，但是有了HuaHua的平台之后，在线教育成为一个可能。对，所以当时俞敏洪老师觉得，哎，这也是将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口，所以他对我们项目就，的确像你说到，因为这些人他们其实事业成功以后，他具有一种情怀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他事业成功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这种理想、这种情怀才成功的。对，那么他现在看到你做的事情以后，就参与进来，跟你一起来往下走。嗯，但是你在服务这些人群当中啊，现在你给他们提供了什么呢？现在因为你在线教育可能还没开始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然后百度搜索现在进来了吗？现在有什么东西？他们上了HuaHua可以看什么呢？现在是这样，我们为用户呢，第一呢，提供上网服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提供一些内容和信息服务，内容包括一些视频内容，包括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节目等等，还有将来我们还会签约很多版权内容，包括这个动漫领域啊，包括一些游戏领域等等，把这些内容免费的提供给他。将来呢，我希望其实我们更大的梦想在于，拥有了这个人群基础之后啊，希望将来构建一个真正的基于蓝领、基于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做什么呢？包括刚才俞敏洪老师讲的，为他们提供教育，改变这个群体的基本的素质，让他们具备更多的选择的权利和上升空间。另外呢，我们会将一二线互联网里面非常成熟的电商模式、互联网金融模式等等都搬到这个市场里边，去促进一个巨大的几亿人群的一个巨大的市场。嗯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实现的话，像许立志这样的人才啊，嗯，可能更多的就我觉得不会被埋没，而且不会最终选择结束生命这样子了。其实我们坚信一点就是，在现在的社会里边，信息的获取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美国在这20-30年有这么快的发展，就是源于当年 Clinton 讲的这个信息高速公路。对，打通了信息高速公路，让别人具备了均等的信息获取权之后，很多人可以自发的自我选择去获取知识、获取信息，那么他的成长就不是线性的，是几何级数的。所以对这个群体来讲，在这里面有一个缺口或者是有一个断点，
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连接起来，连接人，把他们连接起来之后，他们就具备了选择权。刚才我在相片里看到你已经这个团队已经有一批人了，你这个是从2014年才开始嘛？对，所以才一年的时间，一年多的时间啊。嗯，你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？你的 team 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我的 team 分成两块，一部分是研发和运营，这个放在北京，嗯，啊，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界接触更多一点。那另外我的地面运营呢，目前我的地面运营中心放在了深圳，这是整个这个广东的一个中心。那么为什么选在深圳呢？就是我们这2.7亿农民工群体里边，其中有6000万就分布在广东珠三角一带，全是电子制造业、建筑业工厂等等，另外还有5000万在长三角，像苏州、无锡啊、昆山等等这些地方。所以呢，我第一个重要的点全部落在广东，以广东为我的这个开始点，把这个所有的用户的中心放在广东。所以我在深圳呢建立我们地面运营中心之后呢，我们广阔的招收我们的地面的推广、地面的运营团队，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员工啊，包括这个我们把点布在了这个工厂之后，很多员工他说，哎，你们HuaHua是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做这么好的一件事儿？嗯，你这公司很有意思。为什么要跟我们做这事呢？对，对，我们想去你们的公司。对，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做用户访谈的时候，有一个小伙子生病了，躺在床上。嗯，当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梦想？嗯，当时他的回答让我们也很感动，很震惊。他说哎呀，真是很感谢HuaHua。嗯，居然还能有人想到我们有没有梦想。嗯，当时让我们。就是他的这一句话让我们所有团队大家都充满了这个干劲儿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一件非常正确的事，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。一个自己有梦想的人就会想到别人，也会想到帮助别人去实现梦想啊。你自己对HuaHua这个未来来讲，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最大的梦想是希望真正的将来我们的产品、我们的服务能够让每一个用户都开心起来，然后希望我们的HuaHua能够成为中国蓝领的信息服务的提供商，这是我们的梦想，让每一个用户都开心起来。我刚刚看到很多这个非常可爱的笑脸，对，这是我们真正的用户的笑脸，是我们前进的最大最大的动力。每当我们其实工作是很辛苦的，我们的团队每天加班到凌晨通宵，我们地面的团队从早晨6-7点钟就起床去沿着这个街挨个工厂去拜访，到晚上10点、11点、12点，甚至连车都没有了。刚刚结束工作连车都没有了，这种但是大家很累很疲劳的时候，一想到用户的笑脸，我们就一点疲劳都没有了。我们员工有一句他们自发的总结一句话，我们觉得非常好。哪一句？当时我们在我们的微信群里经常跟大家说，哎呀，大家辛苦了这么晚，我们员工说了一句叫不辛苦很幸福，最后变成我们的一个座右铭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会说不辛苦很幸福。嗯，不辛苦很幸福。本来创业这件事呢，本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我自己说的就是苦中作乐，乐在其中，跟你这个是一样的。对，乐并快乐着。对对对，就是不辛苦很幸福。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Innovation Dialog， 所以对你来说，什么是 Innovation？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，其实从我现在来讲，包括做HuaHua这个事，我觉得，Innovation 就是说你在不被人重视的地方、被忽略的地方去创造新的价值，这就是创新，就是 innovation。在被人忽略的地方去创造新的价值，那么2.7亿被忽略的人群，HuaHua来了。非常感谢王建峰，谢谢，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身处在硅谷，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。到底什么是创新呢？未知的一个追求，一个想法，你要有梦想，开放和包容。人的 nature， 就是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。它也许呢，是一个产品，也许呢是一个文化，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，也许呢是一种思想。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，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。
正是一档名为《硅谷看世界》的网络电视节目，它创办于2009年，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，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，点击量超过1000万。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。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。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。创新呢就像野草一样，野草疯长，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。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。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，对，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了。对，人得对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市场动得对，然后你有没有创新。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，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，那资料放在哪里？就在云端。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，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。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,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.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，放眼世界，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。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，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。